我也是一个真的很喜欢赢的人，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希望做到最好。OK DJ Alone Drop the Beat。不输输赢其实重要，但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以及比较尊重胜利。すごい練習態度が高い。そう練習のこと。何度か感じてね。 应该会有一些惊喜，因为这一季其实是一些新选手嘛，会比较有活力，比较有冲击力吧，比较有激情、想象力。里面也有一些很早就出名的一些国外的选手，我之前就有关注他们，所以说会有惊喜。很喜欢 Q 卡的那种黑怕的那个风格，小时候我跳的也是那种大黑怕的那种风格，特别喜欢。 我就觉得年轻人还是要抓住表现自己的机会吧。那我就想看能体现出他们那些年轻人的冲劲儿，然后包括也能看出那些年轻人他们在玩的东西，就是往期没有见过的。但是就是说基本功也要强，可以有自己的风格，但是不要放弃基本功，经验慢慢积累吧，找到自己擅长的地方就找到自信吧。 其实手太猛了，我们其实还想看一下那个有可能有的选手还没有表现。他其实实力很强，但是他的性格的原因可能就没有展示很多，然后我就挺好奇的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舞者？请布布跟他掰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布布，加油！ 如果你不做选择，你选一个。你这个有点像比赛舞蹈违规了，太起了。不知道我会不会出来搞笑的效果。刚刚四位队长的舞蹈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 再单开一个，一个看一眼另外两队长，他队伍分别多。开始。
I like you, Castel. Coca, 可以，厉害。你不回法国吗？哦，酷酷酷酷酷酷酷，中国人。好 nice。如果一个玩家，一个酷酷的酷，啊，厉害，酷酷，我不厉害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One, and two, and three, four, seven, eight. 这是加二倍速。啊，我们的音乐是，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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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，最后一个是，叉叉，咚咚，叉叉，咚咚。然后呢，甩一下肩膀，咚咚咚咚，咚咚。那我们就直接下个腰，直接躺地上吗？也不用躺地上啊，就是像我平常那样子吊腰啊，就是累坏了的感觉啊，躺地上。哦，那你躺地上吗？不不不不不，我就是然后呢？这样子吧。啊，砰 ，OK 吗？可以，放音乐吧。进进进。等等等等等等 ，OK 吧 ？OK。哇，可以！五、六、七，走 ，kick and kick and kick and， 好，继续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嘣，好 ，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， 好，好好好好，啊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再试，再来一次。先起个份儿，不用转，先起个份儿先，好吧？放，找一下那个感觉 ，Go， 起份儿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吧？我们再起一次，好，直接起飞，好，起飞啊 ，Five, Six, Seven, Go， 呜，哦，很轻松啊，很轻松。可以再转一圈吗？转完要落地，那就停在这里。对对对，再试一次吧。好，来，这里不用跟音乐啊。Five, six, seven, let's go。对，可以可以，手成绩是 OK 的。可以，对，手成绩是 OK。欢迎李哥，半分。是啊 ，OK。恭喜你们全员晋级。这谁做的？韩小胖，鸭脖。韩小胖，韩小胖。鸭脖是我吗？鸭脖是你。我是红鸭脖。不知道应该。啊，对。那不是啦，其实是我。好，下一组做准备。给我下一个。潜水艇哦，潜水艇爱情故事。对对对对。走，我们去下一个。这边代表未来。这个我也想 ，UFO 把他们收走了。这个，突然 UFO 飞过，突然飞过来一个 UFO 把这些全收走了。真大。这是停机坪。那可以有飞机吗？我觉得全收走了。一个外星人，然后里面有舱，就是一个潜水艇，然后降落下来，然后把他们都给带走了。我觉得全收走了。这个是不是这个袁玉说白的人？我觉得这有点浪漫的故事，对对。然后复活之后呢，这个宇宙就要又要毁灭了，他们要坐这个飞机再离开，把这全收走了。对，这个又过不去了。这个倒比飞机简单多了。啊，被阻止了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。OK。
咱们下一个场景再想想 UFO 的这边这个我已经想好了，来了 UFO。 把这全收走。咋了咋了咋了，到我宣布的时候了啊！打人洒水，好嘞。DJ Alone drop the beat。可以卡这个哒哒哒哒哒这种。哦，我有一个特别神招，我们所有人都做屁股，但是这个快的，你听一个，对，那个是哒哒哒哒哒，啊，快，这个呢，这也是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卡啪，就卡啪，我们。找一个人戴，我们戴着耳机试，我觉得是吧？对对，要戴耳机试可以。就看上去我们三个有点雷同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可以卡碎一点。啊，对对对。对。每人一轮，然后不限时间，不限时间，每人一轮，不限时间。没传出信吗？因为看的是个人，你们不是想要红毛巾吗？那再多歇会儿。嗯，谢谢。你在干什么？这个可以用这个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我选了两个这个，你看 breaking 能用到不？我觉得应该挺好玩的。就是刚才那个本草。对，用这个。还想有什么类似的？还需要有什么类似的道具？雨伞、呼啦圈、拉拉绳、呼啦圈、绳之类的。呼啦圈啊，呼啦圈可以。这样。谢谢。Nice。太轻了，有点轻，有点难，限制。有表演在里面，要炸了！
都非常的喜欢，很棒。摔球啊，你怎么知道这个词儿的？帅哥街舞，哦，平行时空。辉哥，辉哥，辉哥，没听到，辉哥，辉哥，听说你想看我待会儿？对，跟你吧？那不可能，不接受，主要不在一个水平。我用我的舞种跟你掰啊，我的舞种你不会跳，我跳 legging， 我也不跳。你长大了。我刚过完生日。谢谢谢谢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谢谢谢谢。OK， 现在。队长可以跟队员们开始讨论，那你就往这边来哈。二位二，你俩是有排过对吧？这是一组，这是一组啊，这是一组。两个 B boy，、啊、两个 Lato Shadow 和黑龙江。对，哪里不能重复？那就你前面一 v 一的人是不能重复的，就必须一二三四五有六个人打一 v 一。但是、那下半场也下半场还你可以再换六个人，或者还是那六个人也可以。这六个人是定好了说一二三四五六的顺序是吗？还是说只是告诉他六个人，是有六个人，但是他们随机听音乐出。对，是这样的，第一轮比如说进攻方先出嘛，就是比如说先攻方你们先出了，对方出个谁根据你们来出。如果你们赢了，你变成守擂方，对方出什么人，你可以有针对性的上线。去年也是，这么玩的，是吗？对，是用 locking 打 B boy 还是 popping 打 B boy 还是都可以排队嘛？对，排队，然后一样的，谁上谁上都急了，排队嘛。然后那个守方就。到这边，然后你们就要换队伍，想起来不？对，今年还是这个。然后我赢了嘛，对吧？我记得赢了，是吗？那我忘了。我记得我赢了。恭喜一波王炸先击到25分，恭喜！两个，这个吗？第二首，第二个，第二首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二首为什么没有歌？第三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哪几个？第三个，第二首会适合一点。那他们坐我们上面呢？他们坐我们上面。哦，队长坐掉了。好好。好。布布 ，you need center. Come on. Yeah, you need see the center.哦，布布 center， 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飞鸿。What？ 黄飞鸿。哇哦！谢谢老板。哇哦！来个。鸡哥打了多少分？85分左右。然后就要选一个人不跳 one by one 的。3, 2, 1。 Go happy go。 OK 了吗？
现在他就是挺好的。好的，谢谢四位队长，辛苦了。每个画面、每个想法，然后道具的运用、服装都非常整齐，很有突破。对，这一组里面有很多很难的组合技巧，很多点子都特别好，这个想法很棒。没有理由。嗯哼。就多一个人嘛，五个人，这不一样啊，你得给他们机会啊。哦，这个可以。哈哈，就实在没才艺了。啊，哪两个字？很好玩，很好笑，然后很开心。木木的徒弟算是。如果我突然拿起手机，对，感觉又被吓了一次，突然。啊，也可以，然后再问一个淘汰感言。好，我们现场准备录像了啊，现场准备录像。接下来两个你说吧，好，然后我留着说就你们的那个。昨天过了，哎，这不算四粒，这算几粒？这应该算两粒半。两粒半，对，因为它每一粒都要完全的叠在。哦，要完全那种才行。那也很高啊，很粘脚，可以。哎，开始编手势了，哎，这就开始编站队手势了，开始。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。完胜，完胜，完胜。你今天要 battle， 他不是被你害的。陈明老师，那你要跳舞啊？是他给安排的。哦 ，freestyle。啊，是 freestyle 吗？还是鲁迅？啊，我里面有 freestyle。哎，你们可以判瓜算了。玩某玩某，没关系，跳错了就直接 battle。对啊，跳什么起舞？第三季做的厕所班的人。对啊，那么狂还跳得胖，带上。你只要判完分，我就输。来呀，不接受，接受，掰了，不是一个 level。现在是不是对 breaking 很上口？现在？我很喜欢 flow 的那种东西啊，很帅。我应该算是那种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比较喜欢编的啊。拉扯，我知道。没毛病。没毛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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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。联欢会，你表演个才艺吧。因为联欢会，你不是你就没有主持的工作了，是吧？你算把今年的赛季给玩明白了。3, 2, 1，我啊，对，是的。3, 2, 1，必须摆他们俩掰折了。必须摆。来首《快乐崇拜》吧。快乐老家也行。天天等一回也行。
也行，两只蝴蝶。两只蝴蝶太难跳了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。上海真的是个好日子啊！一上来就改规则，说我们开启终极步。终极步伐。乳什么乳挺，直接摆。什么乳挺？直接来。轰到你！啊，也可以，本岛纲目也。快乐崇拜。可以，完再来一个广岛之恋啊！广岛之恋，然后输的人要放那首歌。得了，骄傲的少年。然后再问一个淘汰感言，就是离开了这个总编剧或者总导演的位置之后，对，就未来做什么，打算做什么？对，下一季的话就是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做什么赢了？哈喽，你这组很多 B boy 啊？对，三个加五个 lucky。皇室兄弟分开了。我选了子豪，然后隔壁组就把黄庭伟抢了。哇！现在是还是第一代。可以。音乐定好了？定好了。我们刚刚剪完一个出版，然后现在在排就是 lucky 跟 B boy 的东西。可以。嗯我给你们带点吃的。哦，谢谢队长。谢谢一波队长。加油！皇室兄弟被拆开了啊！你们拍的怎么样？你好。好久不见。好久。拍的怎么样？开头，音乐主题都定好了。好的。你们组成了一组。对。拍的怎么样？还好。进行中。有凳子是吗？对。哦，你们是什么样的一句话？敬请期待。加油！对，我不打扰你们时间了。好，加油！拜拜。今晚的最后一组，让我们有请小君君、陈世航、吉阳、曾志迪、荷兰弟、周嘉欣、安妮莎。一名，舞台留给他们。碰瓷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，比如说开车，你没有撞到我，但是我碰了你一下，我倒了，我说你撞我。哦，这个叫碰瓷儿哦。互赖是吧？对。赖对方，把责任就扔给一个人，明明没有的。Rashka， 一波 four， 不一波一波哈 ，sorry。Rashka 2 Rashka Zico 1 Zico Ibo 2 Ibo Rashka 4 Rashka Hagen 4 太突然了，来给他们掌声，加油好，准备好了吗？ OK，好，音乐。你吃过晚饭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刚好。加油！再听。非常好，很好，不错，没毛病，就是很多惊喜，真的很多惊喜，就是很多个没有想到的地方，非常好，没想到把这一点用得这么好，真的很好。拜拜。
舞台交给他们。等会儿，还没准备好呢。好，等一波 Q 啊。王导 Q 我才敢 Q。等着啊。好嘞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红色，太漂亮了。嗯。黑色。嗯，对。一波 like dance。嗯。Dance good。谢谢。一波喜欢跳舞。对，我的汉语太漂亮。对，你会说中国话吗？他不会。可以，中国他不会吗？他不会。啊，不咋地，很不咋地。没事，中国人真正成绩。听不懂。没事，我觉得我们都听不懂。我觉得没事。See you. 我是。可以学下一段好像。所以这段是会用音乐吗？还是不用音乐？还是有音乐的，就只是感觉运动的感觉。对，其实不一定要跟音乐。对 ，Yes。Go, go, ha, ha, five, six, seven, and eight. One, nice. Here, I leave my body this way. Down, up, up.一波，玩断气了要。时间。你没事吧，鼻子？好球！太高！双人作品是谁跳呢？啊，你们两个。对。哇哦！哇哦！啊！你不会玩这个？你不这样吗？该吃饭了，吃完饭好好继续练舞，加油。OK， 来加油，快点。讲述的是一种从噩梦当中穿到平行世界哈。一博，你平时做过噩梦吗？我还真的很少，很少做噩梦啊。行吧，那我没词了，没得聊了吧？OK，Judge， 王总别比这个工作还是交给我哈。计时。老板，老板，对，我们
氛围啊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的评审，我们要嗨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Lee Rock， 叫你吧。Lee Rock， 下一组是谁？先要转瓶子，转那个能力者组，然后再进行后面两组。喊住了。厉害厉害，谢谢。Q 布布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老盛，老盛，学盛。You see? You see? I see. 没事没事。Really getting better, B-boy practice. Me? Since the movie. 能、我能去湖上观战吗？你可以取代王神哲的位置。把小锤子给他，你可以去湖上观战、那我给我找个摩托艇，我去湖上观战呗。没、哎不对，哦对，哇他俩踢的也太好了吧，玩花式的。Hello， 开始吧。谢谢王导。这个怎么样？谢谢王导。这你们吃吗？谢谢王导。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支 VCR 来了解一下我们第一位队长王一博队长的大秀筹备情况。王一博队长将用自己的起舞致敬街舞的起源，期盼街舞的传承。通过 VCR 我们了解一下王一博队长的大秀筹备情况，请看。我觉得现在这个街舞文化还是很开心，大家都是可以把街舞当作一种健身也好，运动也好，快乐也好，交朋友的方式也好，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包括2024年 breaking 成为了奥运会的项目。你看王一博，他应该是最近就是 breaking 练的挺多的。一串排腿动作，一个转身起身，笑了一下。同时跳出去啊！同时跳出去啊！我也很喜欢 breaking 的一些招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吧。OK， 来看一下吧，看一下。这里进吧。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拍照。ending 的时候，先看到所有人的 freeze， 然后再推过来。有点电影的感觉。
那么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王一博队长今天晚上总决赛的大秀吧。